我接下来呢要说一段脱口秀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说脱口秀，脱口秀。所以咚，我真的是有些紧张，所以我需要你们鼓励我一下。加油加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是孟子义。你们看啊，就是呢，我发现每一位来这个节目的人，无论是大厨呢还是同行，都非常的出色。那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容易出事儿。你看我刚才是不是就说走音了，脱口秀现在也是。那我就不一样了。对。